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造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7集的节目。我上一期的时候呢，不小心把87集给漏掉了啊，这一集补回来录，而且呢是一个前一阵子已经拿到，那一直还没有给大家做分享的这个铁工厂推出的 IF 第46号的古蜘蛛鬼啊。那么这是致敬到雾影暗战的一款角色，但是造型上面呢，应该是说呢，如果你不是变形金刚的迷友的话呢，你端看这个武士的造型，你应该不至于特别去想到说他是谁了啊。那由于我们的话就是看到是哦铁工厂，然后又出了这么一个绿色的又有这个坦克的特征的日本武士造型的话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啊会去想到雾影暗战了啊。这个呢也是角色性格鲜明成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全身上下呢都有做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涂装，应该是目前小比例玩具当中的涂装里头算是达到一个超高水准的吧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做自洗啊，他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身上这些凹槽的部分呢，都是有胜过这个污垢的感觉，整个自带已经一个消光的效果。那么由于手臂的话它是一个替换的一个部件，那这是有一点偏软胶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没有上色，所以它的手部呢跟其他身体的其他地方呢会有一些色差的部分，这个呢就不要特别去在意了啊。那么身上的话呢，这个后面的履带的这个部分有一点银漆的像是干扫一样的一个效果。那他身上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身上背后这个旗帜呢啊，这个旗帜呢在人形状态下呢是结合后面两个履带把它很顺利的卡在上面。当然在变形成坦克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妖怪形状的时候呢，也是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一面旗的话呢，我觉得是在造型上跟功能上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那他身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危险啊，这个还是要讲一下。铁工厂的玩具呢向来是比较偏紧的，那么由于它整个玩具经过自洗之后的话呢，你在把玩的时候呢，我认为你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那我的话呢是在它身上所有的这个球形关节的部分呢，我都有做一个平常我做铁工厂的玩具我就会特别上一些细油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我特别多做了一点点啊，因为呢我实在是很怕说这么精美的一个玩具呢在变形的过程中啊不小心被我给弄坏，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啊。那你可能也看到了啊，上面这个地方，那我第一次变形推头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呢推的稍微用力了一点，造成那个小小的裂痕。但目前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转动上啊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整体造型的话呢已经非常帅了。那有朋友说腰会不会很细容易断，不会，它的腰非常的结实，完全不会担心到腰的问题，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把它的配件呢一个一个给拿下来。首先的话呢是一把火绳枪，火绳枪的涂装也不赖，上面有金属的一个干扫的一个效果非常好，前方的一个也是有做出一个洞的啊，并不是一个造型而已。然后这个武器的握持的话呢，握柄跟这个手去做一个安插，但是呢这个手的话呢感觉握的呢没有说非常的紧了啊，没有说非常紧，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辅助一下另外一侧的一个手掌。那么火绳枪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拿在手上呢，身上的安插的地方呢，我这样子看一下好像也只有后面这个凸啊，勉强的话你看它这个两侧啊，这个这一侧还有多出一个洞啊，我认为啦啊，这个是它设计好就是要让它来做一个安插的，确实它也是可以扣得上去的啊，这个就是它火绳枪标准的一个放法，其实也颇帅，对不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放那个位置啊。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武器啊，就是会稍微去干涉到。那你可以看到了啊，它有一对的一个武士刀，武士刀有长短啊，这个是可以拔出来的。这个是属于是一个给我们安插用的一个装备。如果你不愿意扣在后面啊，你可以扣在侧边，你也可以扣在正后方。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侧边，扣在侧边，这个呢合会上面的话呢也都是有做展示的。但是我是觉得它的一个裙角已经很大了啊，就不太需要再给它弄到那么样的一个那么多的一个武器背在侧边。长刀啊，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刀柄的部分也是有细节刻画，可以说是满满的细节了啊。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呢这个武器的握持呢，你要握这个有一点剑指的一个效果的话呢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握得更紧，它也是有附送这个就是拳头，直接是握成拳头的，这个握法的话呢会更加的紧实一点。我们就做个简单的
小展示，把它给扣上去，这样子这个握柄的话一握成这个刀的一个形状就会非常的紧实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手的话呢，我们就一一的呢慢慢的把它换回是这个默认的话啊，它是一个拳头里头是没有做动的一个造型，把它扣上。这个拳头的一个拔叉是很安全的，因为是软胶的部件啊，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么其他的话呢，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了啊。头的话上面这个是一个软胶部件，这个这边不是软胶的话不知道断多少次了，因为它这个变形的时候头塞到这个身体里头去啊，这里呢是会严重的去跟其他部件做一个摩擦的，所以用软胶部件是不得已的啊，而且是必要的。头雕很漂亮啊，这个金色的一个骷髅脸的一个感觉，胸口这个部分也是。那这是一个波若的一个面孔，非常非常狰狞啊。那胸口是鬼面啊，这个让我想到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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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久骨灰级的一个游戏。以前有一个叫做月风魔传的游戏，这个非常久，红白机时代的游戏里头那个主角月风魔的胸口其实就是一个鬼面的一个造型啊，所以看到这个鬼面的胸口是鬼面的这个日本武士我都会特别的喜欢，包括这个Vampire Hunter 吧，就是魔域幽灵啊，或者叫做大陆好像翻成黑暗战士啊什么什么，就是里头有一个就是胸口是鬼面造型的日本武士吧，那这个家伙也是有点像啊，如果你把它涂成红色的话说不定就是那个意思了。那手臂的话呢，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额头肌的话呢啊也是可以转动的，额头肌，但是额头肌转动，哎，额头肌好像不能转，从来没转过额头肌，哎，额头肌好像不行。但是它这个地方变形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它手可以往前往后，你看它往前可以握到这么多，所以它可以两手持刀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可动的话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除了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关可以往上举之外，它这个地方本身也是一个关节，它也可以再往上举，所以它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一个类似双动关节。变形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要折进来，所以它又多了一处的关节，反正是鬼吧。反倒是呢看起来很纤细的腰呢其实是没有可动的。裙甲的话呢根部也是一个球形关节，两侧的话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打开一点，包括前面这一片裙甲也是可以稍微打开一点。脚的话呢可动就是一般的一个脚，里头是一个球形关节，外摆内收，变形的时候会需要。膝盖的话呢弯超过约90度啊，这个武器被蹭掉很正常了，这个地方。那脚踝的话呢也是有一个球形关节，那就转动都没有问题，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转到后面去的，那各位明白就可以了啊。这个家伙的综合的话呢就是铁工厂玩具的啊，第一你要小心它的关节可能会偏紧，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就把它拿下来啊。第一个是武器啊，第一个是关节可能偏紧，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涂装整体涂装过的关系啊，这个建议在把玩的时候呢是真的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我先把它的一个手臂啊换成是他们官方默认的这个拳头握紧的这个造型啊。好了，这个配件的话呢当然是全部都先给拿下来了啊，一副非常开心的一个样子。来，首先呢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先把后面给解开好了啊，这个地方往两侧给掰开啊，这个地方这一侧稍微扭一扭摇一摇把它给扭出来啊，拔掉。再来的变形的话呢我会建议了啊，先把腿给缩短好了，因为腿的缩短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一个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手。那我们先把这个脚外摆内收旋转180度，再把脚踝这个地方也旋转180度，这里一样都先转一个180度。那这个脚踝啊，因为我真的是球杆我上了太多的这个细油啊变成它有点滑了啊，等一下变形的时候不小心滑出来的话呢就各位就当中没看到吧啊。然后内部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关节在里头，它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方便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是做一个像这样的内部缩短。那因为呢我会习惯先把脚给变完，因为在变脚的时候呢我们上半身现在整个都还没变啊，它方便的话呢我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拿，这样子直接整个的完全给扣下来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两侧把它整个给推下来啊。这个因为上半身的部件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各位变形的时候就自己去留意一下吧。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那这个合并的话不对，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往前推啊，哎，这样这里空间比较大，这样子保持如此这般。这个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先把这个脚先往上面推，然后按照它的一个
说明书的一个说法吧，这个应该是要翻这样，先到这里，到这儿，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这个往上翻一点，然后这块部件往外，往外翻，那这个有翻跟没翻，因为它对造型的一个增减分其实非常的有限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凸扣裙甲的侧边，你可以先扣，你也可以先不扣。因为你现在扣的话很有可能在变形中呢不小心去蹭到，它还是会打开的，还是会被打开的。我们就稍微的去合一下好了啊，稍微合一下这边，这里合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稍微的合一下，大概相对应的位置是在这里。那这两片的话是往上翻，那它有一个非常妙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旗子的部分呢是扣到中间，这里有个洞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扣上去到这边，两侧是一样的啊，对准一下，把它给扣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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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那这个裙甲可以先下来，下来之后呢，再把这两个部件给盖上去，到这，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那因为我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个细油我上了太多，我已经非常的滑了啊，非常的滑。下半身是到这边，暂时到这里就行了。再来上半身的话呢，是把这个部件往上翻，然后呢，这一块部件。连同手臂这个部件往下翻，往下翻之后呢，把手往前面摆，我们先把它给整个推到这边，再把手往前面翻上去，到这边，这里转上来，手臂往上翻，好，到这往上翻，这个肩甲呢先挑起来一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先把手给打直，两侧不是说我的凸吗？这个凸就是要扣什么呢？这个火枪的两侧有凹啊，就这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我知道呢，可能有人说啊，这个变形是送的，还是说什么是乐高积木啊，拼凑怎么样？这个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把这个往下折下来，另外这里也是一样。你这个地方折下来呢，待会对遮蔽它的一个脑袋瓜子的话呢，是有一个加分的啊。先到这就行了，两个部件放下来，先到这边。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头部这个地方的变形。以这个地方这个球关呢旋转180度，旋转180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强烈的感觉到没有，这个头上这个头冠啊，是严重的呢会跟旁边人去蹭到，所以它不做软胶的话呢是必死无疑的啊。再来的话呢，再来把这个头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头啊，鬼头跟这个武士的头呢，在这个地方，武士的头呢是要水平放进来的，然后头上的头冠呢是要从这两侧这样过去，然后呢把这个鬼头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往下面翻下来，到这样，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角度呢就自动去分开了。那到这里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已经等于是变形完毕了。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翻出来，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块凸啊，理论上它是应该扣到这里里面有个洞，但是呢能不能扣到底其实我不知道啊，因为嘟进去的不是我，所以到底有没有嘟到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呢是前面的这一块部件这里是有个凸的，这个图要顶到哪里去？顶到这个鬼的这个，你看嘴巴里头是有一个洞的，这个地方就一定要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地方是必扣的，必扣。那你就是把这个地方角度转上去，好，然后往上推，把它的这个图扣到嘴鬼的嘴巴里头去，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做的。那这里扣的话呢，是稍微要练习一下啊。第一次的时候呢，恐怕是不是那么顺手，因为它上方的一个部件是比较多。上方部件比较多，不是那么好扣啊。那扣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施力过猛，不要施力过猛，以免造成各种悲剧啊。甚至呢，你如果觉得你真的扣不到的话呢，就放弃也无所谓，因为它的造型的话呢，啊，其实也已经够好看了。OK， 好，扣进去了。好的，那么呢，这个前方这两片部件啊，我只能说，这个我还是一句话。它完全是靠的这个地方球关的紧实度，但是因为我这个细油已经上了很多啊，所以它有点摇晃啊，就有点摇晃。那你不知道它有没有摆得很整齐，你就把它放在桌上，稍微往下面按一下，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像是坦克一样的一个造型，连我都不知道这个这到底算不算坦克了啊。这里到这边，好，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了。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我拿一下了，我差点忘了这个地方了。因为呢，这一块部件呢，厂商呢后来呢有做一个改良啊，
他后来有做一个改良，我想一想到哪去了。哦，到这，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我差点忘记了，录到这里我才想起来啊，看到这里面，这个里头有动的这个啊是旧的版本，新的版本的话呢是改成了是这样的，是把这个洞给补起来，这个强韧度会增加。我想起来这个差点忘了跟大家讲，这个再把它扣进去，对，这是新的一个角。哎，奇怪，我怎么会忘记说。好，这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算是有发现到这个问题，然后我有跟他们铁工厂去反映过，然后真的他们非常佛心的呢，就真的把这个部件给做一个改良啊。我本来是不太想讲的，我这个人很低调的，但是呢没想到露出这个破绽，我也只好承认了。好吧，那就让各位知道一下我低调行善的一个 style 就可以了。到这边好了，那 anyway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坦克的形态。桌上突然变得很乱了啊，收抖，通通收抖。坦克啊，我知道有人会说这糊弄人的坦克，对不对？好，你可以啊，随便你怎么说，你觉得他糊弄人就糊弄人吧，行，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它最好看的样子，它还是变成一个兽形，我觉得是比较好。那这个啊，先提一下好了。武器的话呢，也是可以完全的进行一个收纳了，就是这个我记得是这里两侧可以扣上去，对，啊哈。这个武器算是有完全收纳。我还是一句话，这个是因为我真的上太多戏哦，你完全可以去处理那个球冠。那正面来讲是一个鬼的一个脸，很狰狞吧，而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电影二的密卡登一样，对不对？前方就是一个人头啊。行，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跟各位讲解一下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就是把这个这些像是鬼的一个，不对，像蜘蛛脚的这个部分翻出来。这个翻出来我觉得就这个玩具就真的很有意思了啊，而且它就是等于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妖怪的形态，我个人是喜欢的，完全能够接受它的坦克啊，跟这个虫形这个虫形怪物的一个感觉，个人完全能够接受。这样好不好看？哎，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又是一个妖怪的一个样子嘛，对吧？又有一个基本的可动，那这个刀啊什么的，你可以稍微倾斜一个角度，这样子。Anyway， 这是呢，我算是铁工厂的玩具里头呢，我觉得，算是做到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款，好看又好玩。然后造型的话，就是日本武士的风格，本来就会吸引不少这种 style， 就喜欢东洋风的一个人。那我想这个玩具应该在欧美市场应该也会挺受欢迎的吧啊。啊，行，那这个主要还是造型取胜了啊，变形有点小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最危险还是翻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啊，因为还是这个一句话，整个都自洗过的玩具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去小心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个啊，对了，顺带提一下，它这个眼睛啊，鬼的眼睛啊，是透明的，如果你从后面打光的话呢，啊，它是会有一个发光的效果的啊，我给各位试一下了啊，刚好手边有一张。有个灯，我给各位试一下，看到没有？这个眼睛，哎，是会发光的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